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要来谈到的是有理数的运算与稠密性的第二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这个部分的教学目标吧。那我们在前一个部分已经了解过了有理数的四则运算，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要进一步的带大家了解说有理数的加法、乘法会符合交换律以及结合律。当然，有理数的乘法对于有理数的加法而言也符合分配律的这个性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部分的教学目标。那在这里也要先跟正在收看影片的各位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在谈的其实是有理数加乘法符合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的运算操作，所以其实难免会偏理论一些。但是其实这样的目的也是要向各位示范，如果未来大家在看到一些新的运算的时候，那如果要能够知道它们有一些不错的运算性质，我们首先也要从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下手。那这样的操作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新的示范。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加法符合交换律及结合律的这两个运算性质。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看到这里有两个有理数 a 分之 b 加上 c 分之 d，我们要做它的加法。那如果它最后能够写成 c 分之 d 加上 a 分之 b，我们就会说任意两个有理数符合加法的交换律。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做这两个原本有理数的加法。好，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要进行它的扩分，将它写成 ac 分之 bc 加上 ad。那在这个接下来的步骤，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如果这个 BC 加 AD，大家有注意到，它们原本个别都是整数，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整数加法的交换律，将它写成 AC 分之 AD 加 BC。那到了这边，我们就可以将它拆开，写成 AC 分之 AD 加上 AC 分之 BC。好，当然，聪明的各位应该就已经知道，最后一步就是将第一个做消去 a 的动作，第二个消去 c，得到 c 分之 d 加上 a 分之 b，所以我们就是将加法符合交换律这件事情算是给证明了。那么在加法符合结合律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到，如果先将 a 分之 b 和 c 分之 d 加起来，再来加上 e 分之 f，如果要符合结合律，那么应该是先考虑后面的 c 分之 d 加上 e 分之 f。还有 a 分之 b 再加上去，这两个结果应该要相等。那么我们怎么验证这件事情是对的呢？首先，我们就先来看到，针对括号里面，先针对 a 分之 b 和 c 分之 d 这两个加法运算做加法，那会得到 ac 分之 bc 加 ad。那再来，我们一样做扩分，让这条式子 ace 分之 bce 加上 ade 是前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是 ACE 分之 ACF。好，那当然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分子的地方来对做一个结合律的部分。因为这个时候这三个整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 BCE 部分以及第二个 ADE 加 ACF 部分。所以我们就将一个分数拆成了两个分数。那这个是利用分子的整数加法结合律的概念来做操作的。那也因为这个操作，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相当于消掉之后，变成是 a 分之 b 加上 c 分之 d 加 cf，而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好，这个就是我们加法符合结合律的一个过程。好。那在加法符合交换律与结合律结束之后，我们自然要来看到乘法符合交换律以及结合律。那么，我们先来看到乘法符合交换律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先看到，如果有两个有理数 a 分之 b 和 c 分之 d 要相乘，其实要符合交换律，也就是按照之前的概念一样，结果要等于 c 分之 d 乘上 a 分之 b。而我们中间经历过的过程其实相当简单。就是利用有理数的乘法，先写成 ac 分之 bd，而我们在分子和分母
都透过整数的交换率，乘法交换率这个部分，将它变成 CA 分之 DB，而再拆解成 C 分之 D 乘 A 分之 B，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乘法符合交换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乘法符合结合律这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到，如果现在有三个有理数 a 分之 b 乘上 c 分之 d，这两个先乘完之后，再乘上一分之 f，要符合结合律，应该是它的结果要是先将 c 分之 d 和一分之 f 相乘，那么再乘上它前面的 a 分之 b。好，那我们来看看它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操作的呢？首先，因为乘法的运算关系，所以前面两个会先得到 AC 分之 BD。再来，我们跟一分之 f 乘完之后，会得到 ACE 分之 BDF。那按照整数的乘法结合律，我们不止在分子，也在分母做上，它们会拆成两个部分，A 乘上 CE，还有 B 乘上 DF。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最后拆成 a 分之 b 乘上 c 分之 df，也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a 分之 b 乘上 c 分之 d 和 e 分之 f 的乘积。好，那么这个就是乘法符合结合律的一个过程。在看完有理数的加法，还有乘法符合交换律以及结合律之后，最后我们就是要来看到有理数的乘法，其实也对于加法是符合分配律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三个有理数如何去进行分配律。首先，a 分之 b 乘上，我们看到括号里面是 c 分之 d 加上 e 分之 f。那么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a 分之 b 乘上 c 分之 d 加上 a 分之 b 乘上 e 分之 f 这样的分配律。好，所以我们中间的过程当然也是先将括号里面的 c 分之 d 加上 e 分之 f 做完加法。然后再根据乘法的运算规则，分子与分子相乘，分母与分母相乘。好，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做分配律的关键步骤，就是在分子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整数。那我们要将它进行分配律之后，就是利用整数对于乘法，整数乘法对于加法符合分配律这件事情，分成 BDE 加上 BCF。而我们最后再拆成两个分数相加，经过消去之后，我们就得到刚刚所说的这个结果。而这整个就是乘法，有理数的乘法对于加法符合分配律的一个过程。很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也希望大家对于交换律、结合律以及分配律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